咱们先来回忆回忆。回忆回忆，首先呢？首先呢？首先呢？你先来。观察一下车的周围，哎，左右看看，对吧？车底也看看，车后看一看，开门，哎哎。轩怡来说，你别看他这个理论课上他不是很好，但是实操课一定会很棒。对对对对，接下来咱们先走两个 S 弯，再走直角弯。压到了，压到了，压到了！出问题了以后，我下来告诉你。我们开始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把你压了，快了。好，行。停在这个位置，把皮羊先看一下。会吗？啊，感觉压了。哦，没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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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次就过了，这我教什么呢？这个。非常完美，我都不想说话了。